虽然有签气候议定书，但是其实还是有些强国还是在不停的在掠取地球的资源，人为做太多的破坏跟改变。大家都在讲要减减碳，但是我觉得已经有点难以掌控了。人类差不多要灭亡了。地球磁力弱化的时候，犯罪率也会升高。年轻人就是比较容易躁动啊，就是可以怪罪于磁场。每周一到周三晚上11点，敬请锁定。世界。